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什么样的弱点，麦克阿瑟又为何被杜鲁门解职，请收看汉索发现即将播出的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第五集血洒汉江。1989年初，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收集有关朝鲜战争的史料时，特别访问了韩国一个叫做底平里的小村庄。据当地一位老人提供的线索，他在北纬37度线附近挖出了19具中国士兵的遗骸，还有军装、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遗物。1989年5月12日，这19具志愿军烈士遗骨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方面移交给朝中方面。当天下午，烈士遗骨被安葬在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底平里位于三八线以南64公里，汉城以东80公里。在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中，给交战双方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1951年1月8日，当志愿军的前锋越过汉江，将联合国军驱逐至北纬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滨川、三治一线时，彭德怀在反复查看敌我态势后说：“乘胜追击容易，但我们要十分慎重。”并判断敌人放弃汉城，继续后撤，使醉翁之意不在酒，随即下达了全军立即停止追击的命令，留一部分部队就地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防敌人的进攻。中朝人民军转入休整后，1月14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在目前开始的2个月至3个月内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修理铁路，储备粮弹，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根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制定的休整计划，着手3月份发动春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在第3次战役中，联合国军丢掉韩国首府汉城，退至37线附近，致使美国的威信一落千丈。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英国公开提出他们不应因美国的政策把联邦拖累太深，主张同中国进行谈判，但麦克阿瑟等人依然主张把战火引向中国。1月12日，杜鲁门总统决定，除非联合国军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被驱逐，
绝不自动撤军。第二天，他们还操纵联合国通过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第四次战役一开始，李奇微就登上了一架老式教练机，深入到志愿军战区进行空中侦察。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大部队的存在。”十九兵团呢还没到，刚刚入朝，韩司令就叫我呢搞一次无线电仰斗，就说你用一个汽车带着无线电在那车上走着，开出100公里外，你在韩城跟他联络，秘密讲话，就讲哎，老大哥你们辛苦了，你们入朝，就我们入朝早的嘛，就新入朝的部队就称这么称呼吧，就表示我们后续的部队已经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做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2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班兵力入朝参战。3月18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四次战役从整个地来讲，它是要要争取时间呢，要让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兵团呢开进展开建筑防御工事。你这个地方挡不住，你后边的部队刚是在往前走呢，十九兵团就是这些后续的兵团才往前走啊。1月27日，彭德怀正式向部队发出停止休整、准备再战的电报。1月28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2万至3万梅里军，占领大田、安东支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实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绝不能允许的。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下节看点：第四次战役大战在即，在双方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将士昼日夜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凯歌。1月29日，中朝高级干部会议立即改成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彭德怀为便于就近指挥，将前指移到金化。西线方面，由韩先楚副司令员到汉江、汉城方向组织指挥所，指挥第50军、第38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以4个师的少量兵力展开于金浦、仁川、野木里至黎州以北组织防御，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东线方面，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66军
于龙头里、杨德里、铜川及横城以北地区集结，准备向袁州、横城方向反击。西线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五十军是由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而成，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坦克营而一战成名，并一直追敌至水源，是志愿军向南打得最远的部队之一。第五十军按照命令将已推进至三梯线上的部队全部撤回至水源以北40余公里的修理山一线阵地，转入防御。毛主席跟志愿军的四原兼政委彭德怀啊，他对他的建议同意的他的部署啊，部队往回撤一点，做这个白营团的构筑工事，布置防御。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进至水源，与坚守白云山前沿阵地的志愿军第五十军447团形成对峙。白云山与主峰修理山只有一山之隔，可以控制从水源通往汉城的铁路及两条公路，是双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为查明敌情，打乱敌人的部署，第四四七团决定主动出击，夜袭水源城。水源市位于汉城市南44公里处，是韩国首都汉城的卫星城。戴汝基应当啊，冲！一下子就18个勇士就一下子冲到大里头去了。一顿手榴弹就把这个大楼啊指挥机关呢打个稀巴烂，抓住60个俘虏回来了。没回来以前他撤出来以后又把这个外边有10台汽车全部打回了。嗯，完了到撤出以后啊，那后有接应的嘛，就把接回去了。通过那个审查审问俘虏口中的知道敌人的企图了，战术企图了。这对我们所组织啊，这个第四次战役，参加四次战役，组织这个汉江两岸50周年阻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次夜袭水源的成功呢，对我们部队的鼓舞还是很大的，是我们白云山建设11周年的一个序幕，哎，序幕。这个序幕还是很精彩啊！哎，打死了美国兵，抓了美国俘虏，烧了他的汽车，烧了他的弹药。3月31日，《人民日报》在朝鲜通讯专栏报道了18勇士夜袭水源城的光辉战绩。在3月23日至4月3日间，《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五十军和第38军112师的汉江南岸战斗纪实。著名作家魏巍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中写道：“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他们用焦干的嘴唇吞一口干炒面，一口血。”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第五十军依托修理山、茂洛山、光教山、文横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英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带，扼金浦国道咽喉，抗击美第一军全部和美第九军一部的进攻。在修理山的主阵地上，第五十军血战3天，击退美第25师，击垮美第30个团。第五十军的战士们
在弹药耗尽时同敌人白刃战，毙敌160余人，涌现了舍身炸敌群的特等功臣王英等一批英雄群体和个人。王英啥的是孤胆英雄，仅剩下一挺轻机枪，完了以后拿这挺轻机枪点射也好，是这个扫射也好啊，一共打死了100多敌人。最后没办法了，人也没了，他的战友也没，也不都战死了，伤的伤，死的死。完了以后呢，他被这个机枪呢，把他摔碎，把周围的几个手榴弹呢，被他捆在一起，一拉响，敌人人群的一捅，把敌人一下子就好几十人呢，也痛不欲生。坚守七宝山阵地的第50军442团4连，毙敌200余人，在全连大部阵亡和负伤，阵地全部被毁的情况下，仅剩10余人突出重围。那时候我们部队这个满员的，一般都是在一个连队180人，打到就是一个连队剩几个人了，残酷极了。最后就是没有弹药，拿那个30砸敌人。这时候呢，团长啊接到蔡振国副军长来了电话，问他：“你猫罗山打得很激烈，你们司令报告情况了，打得很激烈，你怎么样？你能不能守住？”对团长说：“我把同心圆、警卫圆、炊事圆、马夫。”这些都动员上去了，首长放心。第44三团在茂洛山阵地上和10倍于我军的美军打了8昼夜，阵地上只有田文富一人幸存，他脱下帽子和大衣，分别扣在显眼的石块和土坎上，以吸引敌人的火力，靠收拢劣势的子弹变换射击位置，胜利完成了坚守任务。战后田文富被评为英雄机枪射手，如今他那件布满53处弹孔的战袍和军帽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第447团在白云山至东园里地区正面约9公里的阵地上，与美军一个师整整激战了11个昼夜。第447团3营7连的一个班，坚守东园里的一个5岭高地，就是这7个人的阵地，整整阻敌3天。战后，这个班被授予东园里阻击战英雄第2班的光荣称号。到最后排长牺牲了，班长牺牲了，战士牺牲了，一直到打到下午这个4点多钟，天快要黑，因为那时也是冬天嘛，黑的也早一点啊，也早一点，我们还剩下一个战士，这个战士叫高希优。坚守到第6天时，第447团已经数天没有吃过饱饭，有些连队仅剩的武器是石头、铁锹、十字镐。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第447团坚守的白云山各阵地数度易手。白云山东边的，就是左翼，已经广教山兄弟冯啊，广教山这个阵地丢了，已经是伤亡很大，也丢了。白云山再一丢，这个白云山呢，它就成了一个孤岛了。北面是失守，以后我们夺回的阵地，最后又失守，已经到了2月3号了。
一个礼拜了，那时候连把逃兵把血都没有了。我孙院长跟我说，我那时候18岁的，喊我老爱啊，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的处的态势，啊，我跟你们两个说，就说给直说吧，啊，就像女同志戴手镯似的，啊，整个的都包围了，就中间上这个小缝，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反击白衣寺的战斗异常惨烈，七连指导员宋时运、胸部、腹部同时中弹身亡，年仅21岁。动员里阻击战英雄二班唯一幸存的战士高希友也壮烈牺牲。我就向师长报告，师长挺认同，当时就是一句话，都回来，都回来，都回来。就这么几句话，把电话挂了下来。在战斗最激烈的1月31日，彭德怀特通令表扬第50军，你们数日鏖战，坚守阵地，反复争夺，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你们的英勇鼓舞了全军，特别是第148师的全体指战员和打得最好的第443团、第444团和第447团。听到了志愿军统领嘉奖啊，那个精神又振奋起来了。在接下来的5天里，第447团组织仅有的兵力，始终保持火力不断，一次次打退美军的进攻。白云山各阵地上昼师夜夺。它是一个阵地，白天丢了，晚上必须拿回来。你不拿回来，你就交不了差。这有的山头啊，反复争夺，一样是顺回来。最后，这个没有子弹，我就剩一个，剩了一个手榴弹，我没敢扔。怎么办呢？我得保存我自己。上面没命令，你不能撤。死就得死在这个阵地上。2月5日晚，第447团主动撤出白云山阵地。在白云山地区阻击战中，第447团与美军第25师激战11昼夜，以344人伤亡的代价，换取美军1200余条性命，达到了阻击目的。战后，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不容易啊，敌人的炮比咱们枪子弹还大太多，飞机炸弹那扛住完了以后嘛，那个什么刘白羽嘛，慰问他们，人家给谱写了歌，到处唱。山矗立在朝鲜汉江南，那可是要从儿子而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英雄放你在山巅，英雄的事迹功功灿烂，中朝人民齐歌唱，中朝人民齐心间，汉江的流水滔滔，永远流呀流不尽，白云
山白云上，风高的白云山。1951年2月7日，美军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和第五十军第二道防御阵地。彭德怀命令第五十军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汉江南岸守了25昼夜，汉江北岸又守了25昼夜。在那时候守了50天的，消灭敌人的消灭敌人14000多，我们自己呢负伤的是6000多。经过此役，志愿军第五十军在汉江防御战中与阵地共存亡的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我们一入朝的时候，一个军3万多人，最后就剩了2万多人，消耗了1万多人的。他们都是18、19岁的青年，都是一个一个的好小伙子。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边连续的战斗，为什么我特别讲到高希优牺牲我这个难过的很厉害哦。1月29日，第444团在素达里阵地上，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毙敌161人，守住了阵地。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下节看点：底评里，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重要的交通要道，为何会给交战双方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第二次战役中获得万岁军美名的第38军，在这次汉江阻击战中打得同样顽强。在第五十军主力撤至汉江北岸后，第38军奉命继续留在南岸迟滞敌人。此时第38军中1/1以上的步兵连已不足40人，每个班只有3-4支步枪还能打响。当日，第38军342团的2营3营阵地相继失守。在第三次战役中，首先突破汉滩川的钢铁营长曹玉海所在的一营，因位置突出，成为了美军猛攻的对象。这个地方啊，出了一个战斗英雄，出了一个特种部队连长。他是342团的1营的营长，就是曹玉海。那个部队打了什么程度了已经？最后就剩那个赵连山，一个连长，一个警卫战士，就剩这俩人。剩这俩人，营长死了，他鞭炮打死，副营长。在最后时刻，教导员方心拉响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钢铁营长曹玉海和他的教导员同被授予1级英雄。2月16日下午，第38军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经历17个昼夜，完成了阻击任务，向汉江以北撤退。
四战一下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连子是28个人，过北汉江，那北汉江当时敌人用飞机啊，把那个冰啊都炸开了，这一大块一大块的，那个牵着的马呀、人呢、就在大冰块活动着，往北江北跑。那我们那个都在那个冰上站着的时候，敌人飞机在那儿扫射了几次，给我们打掉了几个马，还打掉了3个人，打死了3个人。我们到了北汉江上岸的时候，我们剩25个人。彭德怀之所以命令西线第38军、第50军不惜一切代价，以血肉之躯阻击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是为了在东线寻觅战机。2月9日，向横城和底平里地区北进的联合国军，以快于西线的速度一路推进，形成了两个突出部。彭德怀想同时拿下，但苦于志愿军兵力有限，只能各个击破。彭德怀电令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66军奉命向东移动。2月11日夜，邓华指挥志愿军4个军向横城地区反击，志愿军以迂回穿插战术，很快粉碎了横城地区南朝鲜3个师的抵抗，歼灭南朝鲜第8师3个团和第3、第5师各一部。13日清晨，邓岳师长麾下的第352团又全歼了美第2师1个营。据美国军史记载，当时美军一个炮兵连在一支护卫队掩护下，正沿着横城西北5公里一条狭窄公路北上，中国人突然向美军炮兵蜂拥而来，500多人仅3人幸存。志愿军在2天1夜的战斗中歼敌12000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横城反击战后，东线联合国军出现了全线动摇的迹象，并开始不同程度的后退，但有一个点始终未动，这就是美第20、23团、法国营及配属部队之称的联合国军的前哨阵地底平里。底平里坐落在一个小小的盆地中，直径大约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南面最高的是望美山，标高297米，西南是248高地，西北是345高地，北面是207高地，东北是212高地。地平里呢是一个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就我们得到的情报呢，地平里是一个营，是一个法国营。可是我们打地平里前面8师打得很利索，一天前面的，但转过来打地平里就隔2天了。这回敌人呢又上来了一个美国团，又上来一个坦克营。李奇微给第10军下达作战命令：一，底平里的美第20、23团，死守底平里阵地；二，第10军的位于文木里的美第20、38团，即刻增援底平里的第23团；三，美第9军应第27旅和南朝鲜第6师向底平里与文木里之间移动，封闭美第10军前面的空隙。可我们呢判断情况呢，敌人是还是一个营，那一个营就好打了，就决定呢说是赶快打地平里，叫谁打呢，叫一就是打40军，一就是2个团啊打。最后呢感觉2个团人少一点，又把39军1个团拿过来了，那个严彬副军长
他在打量，他当时是业务师傅，让他带一个团配合，也就是打这个地平旅。负责战场指挥的是志愿军第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他在领受任务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令他最担心的是指挥系统混乱，他对前后投入3个军6个团的情况并不熟悉，甚至有些团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能是各自为战。而在底坪里，美军直升机运来了10天的食品和堆积如山的弹药。修了工事，而且工事修得很坚固啊，拉的铁丝网，那地坪里那地方，那个北坡的都泼的水冻了冰，铁丝网上都加的灯泡啊，晚上一都能开开灯啊，晚上像白天一样。我们侦察呢，当时把它当做立足未稳的敌人打的，说敌人是刚到的，还立足未稳，是不是啊？这样人就好打的，敌人也没什么攻势。结果一打呢，根本不是这么事儿，打了2天，怎么冲锋都不行。2月13日晚，志愿军仓促开战，在底坪里环形阵地上，联合国军坦克大炮加上6000多兵力，双方兵力和火力对比严重失衡。徐国夫当时不知道，其实还有几支志愿军部队也参加对底坪里的攻击。由于通讯手段落后，没有形成合力，徐国夫指挥的2个团经过通宵血战，虽然压缩了敌人的防守范围，但没能根本打动。大批英勇的志愿军倒在美军的立体火网下，伤亡很大。我们那打掉了几个很好的战士啊，那机枪手都燕子豪，是湖北人，是辽西解放的，那我是真喜欢的，18岁就解放过来，结果就在地坪里。他进攻一次就发现你的火力点，他部队撤回去，他就用坦克炮，非要把你这炸的没有声音了，那他拉倒了。我在一个小夹道，这么一个窝窝洞里，像毛耳洞一样，我在那儿蹲着，挨着我旁边那个，这飞机扫射是友军一个干部就打死了。所以我就幸存的。2月14日夜，上万名志愿军从4面8方再次猛攻方圆不足2平方公里的底坪里敌军阵地。配属此次行动的炮兵第42团因马匹受惊，暴露目标，损失极重，无法投入战斗。志愿军3个炮兵连只有10几门大炮掩护，炮弹不足400发，志愿军们冒着美军布置下的层层火力拦截，毫无畏惧的冲锋。前面的士兵倒下，后面的士兵踏着尸体前进。第119师从北面曾一度攻占凤尾山，第115师曾攻进底坪里界内。眼看着美军防御阵地岌岌可危之时，天又一次亮了。而志愿军第42军126师担任在底坪里增援方向的阻援战同样残酷。13日，李奇微命令美第20师38团立即北上增援。1天后，李奇微再令美骑兵第15师5团立即北上增援底坪里。他要求5团无论受到何种规模的阻击，也要突过底坪里，哪怕只突进去1辆坦克。阻击从阳平过来的，当时敌人是一个团呢，有40多辆坦克搭载的步兵来增援底坪里。
志愿军第126师的指战员，他们仅凭着爆破筒、手榴弹等简易武器，对联合国军的坦克进行顽强抵抗。当时三七八团这个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这个敌人坦克头几辆给炸掉了之后，因为他那搭载的步兵啊，步兵都打掉了。后来我们的战士就爬到敌人那个坦克上，敲他那个坦克那个盖儿，打不过，想要把手雷弹往里打，把一共40多辆坦克打掉了10多辆，剩下的都增援到冲到地平里边去了。美骑兵第一师五团团长科罗姆上校率领23辆坦克孤注一掷地搭载160多名步兵，一路血战，美骑兵第一师的坦克突破了志愿军的沿途阻击，美军士气大振。地平里面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啊，我这个团呢、啊、我那个伤去那就3万1800多人啊，很残酷。至2月15日，我攻击部队2天仍未能攻破地平里，粮弹将尽，地平里僵持不下。彭德怀斟酌再三，心情沉重地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各部队在漫天的大雪中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抬着伤员向北转移。地平里之战暴露了志愿军在攻坚战中的弱点，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李奇微在战场巡视时说，算是幸运，总算没被中国人整垮。敌平里对于他们是否撤出朝鲜，或者是对于美军在联合在朝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是一个转折点。2月21日，彭德怀回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的情况，突出地提出兵源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期间，美第九军军长穆尔少将乘坐的直升机在汉江坠机，成为继沃克之后又一名殒命朝鲜的美国高级将领。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五次战役后，交战双方的战场实力为何回到了战争爆发的起点？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第6集《战略相持》。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英勇抗击，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38线以北，但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4月11日凌晨，杜鲁门宣布对麦克阿瑟的职务变更。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无线电广播以特级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从朝鲜战场的黯然离职，也许是麦克阿瑟战功辉煌的生涯中一次并不光彩的撤离，而相对于狂妄自大、野心勃勃的麦克阿瑟而言，接替他的李奇微则显得更加机警、缜密而且灵活。4月18日，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仅7天的李奇微下令，联合国军转入防御。3天后，联合国军被志愿军阻止于开城、芝浦里、羊口、干城一线。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导致联合国军以平均每天付出900人的代价前进1.3公里，把联合国军反攻的步伐阻挡在了38线附近。志愿军毙伤俘敌共7.8万余人，中朝方面伤亡5.3万余人。李奇微说，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而这次战役则掩护了中国新入朝部队的开进、集结和展开，为下一次战役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使中朝军队初步取得了在优势装备之敌进攻面前实施防御作战的经验。